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朋友南奎妈妈的预考，所以我希望你哋俾多啲掌声好唔好？ 接下来呢要表演的是这个拿手的钢琴，那这个钢琴呢今天弹的跟昨天的有一些东西又不一样，因为我每天都要不一样，好不好？ 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，安静。